今天这个客户是王医师安排的好久，终于要照超音波了呢。客户来了，佩珊请坐。我们准备要打针哦，请你把衣服掀起来。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可以啊，您请说。你认为冻卵什么时候会用上？冻卵前总是被问到各种问题，但只有佩珊的问题让我思考最久。来，我们准备打针喽。女儿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那我们来唱生日快乐歌好不好？好啊，那我的礼物咧？你的礼物就是这个啊，好不好？嗯，我的芭比娃娃咧。爸爸忘记准备了，那我们先吹完蜡烛再去买好不好？不要，现在就给我。我们再去买，好，我带你，我们一定会去买，好不好？上次你问我冻卵什么时候用到？之前呢，有一位35岁的客户来冻卵，2年后终于找到他的 Mr. Right， 马上啊带先生来解冻生小孩。还有一位呢，他的先生全世界飞来飞去，而他自己也想要在职场上冲刺，于是先冻起来。等到3年后，家庭工作都就绪后，就差一个小孩来温暖家喽。那你呢？说说你的故事吧。我吗？其实我没有 Mr. Right， 也不是因为工作忙碌的关系。那是什么原因呢？其实是我爸一句话，让我有这样念头。没想到才一下子而已，你就长大那么多了。佩珊，你是老天爷给我这一辈子最珍贵的礼物。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就在心里面承诺，我要爱你，照顾你一辈子。虽然现在你还没有遇到爱你的人，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一个能够照顾你、陪你走接下来的人生。我这一生没能给你太多的东西，在最后能给你的就是祝福，祝你幸福。
佩珊，这是我们今天取卵的状况，取到了10颗卵子，那有8颗是成熟的，可以做冷冻，状况很不错哦。很谢谢你们，相信爸爸在天上也会默默守护你的。爸，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，这个家很幸福，很温馨，有很多让人喜悦的声音。虽然我不敢保证能做得跟你一样好，但我愿意努力。 Baby， 也感谢你愿意来到我的身边。我希望送你的礼物是未来